咯。咁呢個主題比較長啊，其實上面因為主要主題，不過下面咧就係講出個詳細嘅內容。我哋一齊讀一讀好唔好？新年在耶穌裏做新人，認識神創造的大腦，更新我們。咁呢度咧就係講到喺新年，我哋嗱好多人都話即係啊送舊迎新啊嘛，啊對唔住啊，即係好多人都話送舊迎新就係舊嘅要去，新嘅嚟。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送舊迎新啊？因為幾十年如一日咧，嗱好多人咧其實幾十年如一日喎，唔開心又係幾十年如一日，煩惱又係，鬧人又係，發猛疹又係，犯罪又係，軟弱又係。咁我哋做新人咧，真係成個人改變。最新最新係乜嘢呢？去到天堂嗰度咧，真係新啦！好多人都話一去過天堂，有啲人曾經祈禱啊，或者有啊，佢哋曾經離世，短暫嘅離世，去咗天堂咧，哇！佢話成個人啲煩惱全部冇曬，鬆到不得了，開心到不得了，充滿愛，亦都喺天堂咧經歷到好多嘅恩典。咁呢個咧就係、是、真係咧去到天堂嗰種完全嘅更新。咁但係我哋始終我哋在世上總係有好多不同嘅殘舊嘅嘢。要除去嘅嘢，不過基督徒都有級數嘅喎。有啲人咧就點咧，好多新嘅嘢；有啲基督徒咧係少嘅喎，即係佢同以前差唔多嘅，都係咁發脾氣啊、猛疹啊。尤其呢個世代咧，係好多人好容易煩惱嘅。哎呀，都唔知點解唔開心啊，翳住啊，頂住啊。哎呀，硬係唔知點解又唔開心啊，瞓唔到啊。呢種情況咧，其實好多人都有嘅。咁我哋今日就講到一個方法。是神裏面的神創造這個我們的大腦應用在聖經裏面怎樣去幫助我們全然的更新是不斷的更新同埋認識原來我們大腦這麼奇妙的神真的很奇妙很奇妙的好了這裡就是講到認識神創造的大腦讓我們去處理生命第一呢是我們的心個個都需要更新個個都需要個個需要清理因為個個都有一定有殘餘的不好的東西在有些煩惱啊、猛疹啊、傷害啊、激氣啊、怒吵啊個個都有的大家這裡有沒有人沒有的沒有煩惱的個個都有不過呢神一定幫到我們個主要就是神一定幫到我們但很多人就說我不知道怎麼幫我今天會講到一個方法呢其實這個方法呢我會持續都會提大家的即因為應用在處理情緒啊、處理罪啊負面思想啊、同人待人接物啊、關心人啊、侍奉啊，全部都可以應用嘅，因為係點樣喺個腦度搭啲新嘅好嘅線路啊，就係、是、今日講到呢樣嘢。嗱，我哋個個都需要送舊迎新，係咪？我哋一齊讀下《哥林多後書》5:17，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嗱，的而且確，我哋個個都變咗新嘅，我哋信耶穌咧，信靠耶穌，跟從耶穌就變咗新嘅。不過呢同時我們都有一個舊性情在羅馬書7是有講到我們有新舊性情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即是我們想但裡面依然有一種罪性情在這裡這個更新是有能力幫我們全然更新不過很多人是沒有使用神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所以呢個裡面是依然是自己話事罪話事煩惱話事這樣的時候呢他的生命的更新就有限了其實有些基督徒呢是浮沉在緊緊得救之間的哇如果你游水上上浮沉在水那裡哎呀死了索一口水那怎麼辦哎呀很多水入了鼻哥會不會想游水是這樣游水你看到那些人比賽他們完全不會擔心水入鼻的他們衝得很行是完全不會入到鼻的即是說他們學到怎樣不是緊緊浮在那裡而是他們能夠衝刺咁基督徒咧有啲真係喎，僅僅得救咁啊好慘喎，成日都話：哎呀，唔知耶穌而家會唔會赦免我咧？哎呀，好多人都好擔心喎。咁啊，希望大家都唔喺呢個狀況，真係變成新，成個人新曬，成個人新曬係自己都好喎，舒服嘅喎，開心嘅喎，冇煩惱嘅係咪啊？好唔好啊？咁樣即係唔好淨係得個口話，有好多人就話：我係得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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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屋企又鬧交喎，有煩惱喎，咁係咪要得勝啊？不是得勝所以我們要整個人得勝跟隔離說我們整個人得勝整個人更新整個人更新好了那其實科學家所說的發現其實他是發現神的東西他發現什麼呢原來我們人是有一個習慣是人都知道有習慣他就用個腦的神經的構造來解釋大家在這個上高這個圖看到那些很多那些線路
其實我哋嘅大腦係好奇妙嘅，係有億億億萬萬嘅呢啲咁嘅神經細胞，而每一個呢啲神經細胞可以接觸億億萬萬個不同嘅連接點嘅。咁呢啲連接點咧就係幫我哋能夠有不同嘅習慣，包括好嘅習慣同埋壞嘅習慣。大家睇到打乒乓打得好嘅人同埋嗰啲打得唔好滴滴仔係唔同嘅，打得好咧。我曾經咧，我揾過啲教乒乓嘅人教過我嘅，咁個動作咧基本上係咁嘅，即係話隻手係弧形，用個身弧形上，弧形上嗱呢、這個動作咧睇起上嚟好簡單嘅，不過好多人打咧就嗱咁樣冚都得嘅，不過如果個波低或者個波有旋，你一定要用旋嚟到上翻去嘅反手咁樣樣，但係呢個動作咧係需要練嘅。當我學咗個之後咧，我後來咧我。有個嗰啲發球機喎，咁我就係咁練，練到咧成為咗習慣啊！咁呢個咧就係打波一樣嘅，打波就係有呢個腦裡面有呢個神經線啊。譬如小朋友點解行路咁難咧？有冇搞錯啊？你行路咁點解咁難啊？你一個行路幾容易啊？因為我哋由細我開始係唔識嘅，就開始搭線路啦。搭啲咩線路咧？只腳要點喐？個身都要喐喎，行路你都要。個身都要喐埋喎，咁個身如果唔配合咧，咁又唔得喎，係咪？身又要配合，個手又配合，個眼又配合，個腳嘅感覺又配合，係好多樣嘢一齊配合先行到路嘅。行路係好叻嘅喎，所以你見到有啲人咧開始身體軟弱啦，哇！點解行路又會咁難咧？因為佢嘅身體已經唔能夠配合。原來好嘅習慣打波咧，同埋親近神咧，都係養成一種習慣啦。親近神咧，有啲人就喺度。讚美神啦，喺度望來望去嘅喺度，一間讚美下咧，又諗下一間食叉燒飯定食乜嘢嘅咯，即係諗埋啲第二啲嘢嘅咯。咁嘅時候咧，佢嘅線路咧唔係打得咁好。如果線路打得好係點咧？佢係會不斷學習到專注喺神嗰度。哇！神真係好啦，佢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嗱，有啲人嚟講係好難嘅，佢覺得咧諗神好啊，真係神都唔夠好。佢話：我成日都鬧交，咩好咧？我又俾人鬧，有咩好咧？因為佢唔識得點樣行神嘅路。原來唔知行成個路就會受苦嘅，即係好嘅習慣。好啦，右手邊呢度咧就係唔好習慣啦。有啲人嘅唔好習慣就係煩惱、掹掙、怒躁。嗱，呢度上面嗰度係一啲高速公路啦。呢高速公路咧係遠遠不及我哋腦神經嗰種嘅網絡。不過咧，你睇呢度係咪好複雜啊？哇，幾多條嗰啲高速公路咁樣搭嚟搭去，好即係好複雜。但係呢個複雜程度係遠遠不及我哋嘅腦啊！神造嘅腦係極度極度奇妙嘅。而佢能夠搭一啲好嘅線路，亦都搭好多唔好嘅線路。我想問下大家，你諗下，俾人鬧嗰時，你嘅線路係乜嘢咧？有啲人想死啦，瞓唔到覺啦，日日重複反覆思想，並且咧係幾十年前嗰啲都反覆思想喎。呢個線路好唔好啊？唔好啊！但係好多人係不知不覺已經養成咗習慣，並且佢唔肯改。其實佢可以改喎，佢唔肯改，點解佢改得唔肯改？雖然係鬧佢啦，咁啊唔鬧佢點樣咧？咁啊讓佢啊容讓佢啊，咁佢以為容讓佢就係一個，即係佢以為咧咁樣係容讓，咁樣變咗係錯誤嘅教導，因為佢個線路唔啱。但係個基督徒就話：，唉，有乜所謂啊？佢係一個罪人，一個軟弱嘅人，人能把我怎麼樣？有耶和華幫助我，必不懼怕。佢個心裏面已經有啲線路咧，有人鬧佢咧，佢即刻處理到，咁係冇煩惱咯，即刻時時都倚靠神。神一定俾翻我嘅，佢鬧我又唔緊要，佢攞唔走我嘅嘢。咁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就會好嘅線路。而呢線路喺邊度咧？係入咗潛意識，我哋都唔知噶啦，已經唔知覺啊！俾人鬧好煩惱，係已經唔知覺，係日日重複。有啲人咧係一世都重複。咁大家想唔想改下呢啲唔好嘅習慣啊？想喎，其實好多唔好嘅習慣嘅，一起身。又要翻工嗱，呢個係唔好嘅習慣嚟嘅，因為點解咧？令到你有個負面嘅開始，負面嘅開始好唔好啊？哎呀，又走架車啦咁啊！嗱，呢個負面嘅思想啊，咁多人呢啲喺度樓上點解成日都唔喐嘅咧？因為嗰日都唔知做乜嘢，咁啊又掹整喎，呢啲都係唔好嘅思想嚟嘅。任何思想都有破壞性。嗱，你睇下下面個圖啊，你睇下之後呢個健康嘅。呢、这個老人痴呆症嗰啲神經線係咁喎，有好多殘餘嘅蛋白質，一啲廢料清除唔到啊！因為人嘅身體係適宜正，即係正面思想同埋開心嘅。當佢裡面係好多負面嘅時候，佢裡面唔能夠排除嗰啲殘餘嘅渣滓，同埋佢嘅身體已經有啲嘅唔好嘅構造。咁嘅時候咧，佢就會
不自覺地總係煩惱，佢已經養成咗個煩惱嘅習慣。如果大家中間有啲人係煩惱習慣，你發覺好難改嘅。但係今日一個好消息就話有方法改，不過係的而且確係難嘅，因為點解咧？係已經成為一個習慣，一個線路。好啦，好多人咧成日諗住乜嘢呢？啲人唔好啦，自己嘅失敗啦，自己嘅唔開心啦，生活嘅困難啦，負面睇事物，係咪好多人都會咁啊？而家覺得係正常添喎，咁先慘喎。佢講係正常，但其實呢個係唔正常。所以我哋喺神裏面，我哋睇聖經，我哋要應用啊。有好多人睇完咧就一樣，即係冇改變嘅。有人在基督裏睇就是新造的人，佢話係喎，我係新造嘅人，我有冇新到咧？新咗幾多咧？因為有好多係舊咧，我哋知覺到先有得改。好啦，咁咧有好多人嘅生命咧就係點咧？俾煩惱傷害影響啦，心中反覆思想啦，成日反覆諗來諗去。有時有啲人傷害我哋幾十年都諗，並且有啲係唔知覺地諗。嗱，點解叫唔知覺地諗咧？細個俾父母鬧完咧，成日都覺得自己係蠢啦，又冇用啦，人人都唔中意自己咧，就成為咗一種潛意識嘅思想模式啦。永遠都係唔開心嘅，都係煩惱緊嘅，俾以前嘅鬧咧傷害咗，入咗心，入咗潛意識。呢個需要醫治嘅。點樣醫治呢？就係日日都係話相信神愛緊我，神睇住我，唔緊要嘅。以前俾人鬧過嗰啲都唔緊要啦，我都學咗啦。其實佢鬧你咁慢，已經學咗唔係咁慢啦。啊咁蠢到而家都唔係咁蠢啦，但係又唔記得咗，因為嗰啲學咗啲嘢就唔記得咗，但係咧就嗰啲傷害仍然存留啊，即係唔記得咗我已經改善咗，唔記得咗啊，但係嗰啲傷害仍然喺度。咁呢個就入咗個潛意識啦。呢啲潛意識就會變成健康嘅潛意識啦。好啦，咁啊影響好大喎，原來影響健康、影響心靈、影響身體，同埋腦部喎，同埋成個人嘅生命。點解有啲人咁容易發揮？點解有啲人硬係發揮唔到嘅咧？就是、因為佢裡面咧搭得太多唔好嘅線路啊。所以廣東話有句：啲黐線嘅咁，即係黐咗啲唔好嘅線啊。咁但係我哋咧叫好嘅線，係咪？好啦。而我哋嘅情緒係命定自己嘅生命，人嘅情緒如果係負面嘅，係命定自己嘅生命。最緊要係我哋而家決意靠耶穌改變，得唔得啊？我哋而家一齊宣告，我宣告我靠住耶穌喺情緒上得勝，一齊宣告啊！我靠耶穌喺情緒上得勝，哈利路亞！嗱，聖經都講喎，習慣好難改。喺耶利米書13:23，一齊讀啊！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炮豈能改變斑點呢？若能，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這裡講到就是說黑人能夠改皮膚呢，炮能夠改斑點呢，他說如果能夠呢，這些習慣行惡的人就能夠改善，就是說是難若登天。但在耶穌裡面凡事都能，還有願意信服。有些人信耶穌真的信，在頭腦都信而已，個心唔係真係信嘅，咁嘅時候咧，佢嘅生命係改變唔到嘅。好啦，長期有啲咩影響呢？長期個腦部咧就會對情緒過敏喎，因為有啲人話佢哇好唔開心，一唔開心咧又唔食飯，又煩惱又鬧人。有啲人咧一俾人話一句咧就鬧到不得了，有時唔係人話佢，人只係同佢啊，不如咁樣樣啦，提議佢已經頂唔順噶咯，佢會情緒過敏啊。好成日都會想死喎！我喺網上都有啲不同嘅人同我講話，哎呀又想死啦！咁我咧就會總係去用正面嘅説話去幫助佢嘅。咁咧就對任何嘅評語都會敏感啦。咁嘅人壽，咁咧腦部你都難於處理思想同情緒。凡啲情緒化嘅人咧，諗嘢亂曬龍噶啦。即係咧有啲咩啊要處理，佢就即刻影佢，哎呀唔掂啦！哎呀死啦！即係唔能夠冷靜落嚟去思想同埋處理佢嘅情緒嘅。亦都要失憶喎，好多嘢唔記得曬喎，甚至最嚴重唔識得翻屋企喎。但係乜嘢記得曬咧？嗰啲唔好嘢記得曬啦。咁嘅時候係咪好辛苦咧？咁亦都個腦退化，容易有老人痴呆症啊！大家想唔想啊？老人痴呆？唔想啊，係咪？唔想咁你就早啲處理咯喎嚇。嗱呢度講到全身影響啊，原來情緒係影響全身。點解咧？因為有情緒，嗰啲線路就唔通噶啦。啲神經啊，嗰啲血管啊，啲肌肉啊，樣樣都唔掂。
咁咧就影響嗱免疫能力啦，所以有嗰啲煩惱嘅人容易有病嘅喎，成日都話頭痛嘅喎，又消化咧唔開胃啦，唔開胃咧吸收唔到營養咧，成個人都殘嘅喎，心血管咧容易有心臟病啦，亦都容易氣喘啦，個腦部影響啦，個皮膚影響啦，所以啲人皮膚更加乾燥啊，冇彈性嘅。你想靚啲咧，咁你咧就開心啲，個人就靚啲嘅啦。呼吸咧亦都係。就又好似吸咗氣都唔夠力咁啊！成日都焗，好焗啊，好焗啊！因為佢唔能夠使用嗰度嘅氧氣啦。咁咧荷爾蒙分泌啦唔平衡咯。咁啊就好多人嘅就變咗啲情緒啊如果女性啊佢哋嘅經期啊會受影響。咁亦都有啲人咧喺呢個更年期咧嗰種影響有啲係特別強啦。當然有啲係身體影響嘅，但亦都情緒係夾埋一齊嘅。身體情緒你，所以你想唔好咁辛苦咧？咁你嘅情緒平安咧就更加好啦，排泄其實我哋每日有一次或者兩次咧係健康嘅喎，有啲人係唔得嘅喎，原來有啲人咧佢哋食嘅嘢唔健康啊，情緒唔健康係唔得嘅，佢哋覺得好難嘅，咁呢個都係受影響啦，肌肉啦冇力啦啊，同埋咧冇彈性啦，神經嘅又都即係啲神經線啊有問題啦，情緒影響你要加速衰老啊。我諗大家都唔想快啲老啦，係咪？唔想個樣殘啦，係咪？你想嘅時候咧，你就處理好生命啦。所以聖經講一句説話，箴言四章廿三節，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就係話你照顧你嘅心咧，就好多好嘢就出嚟啦。嗱，聖經話唔好嘢就好似嗰啲炮嘅斑點，除唔到。但係我哋有耶穌咧，可以重新再做嘅，就係咧我哋嘅心管理好我哋嘅心。就係能夠勝過一切啦，保守我哋嘅心。好啦，我哋認識我哋嘅大腦啊，幫助我哋處理生命。呢個係處理所有嘢啊，負面思想、負面情緒、罪啊、生活方式啊、待人接物嘅方式啊，有信心啊。點解有啲人有信心？點解有啲人冇信心？乜嘢都冇信心咧？係全部都喺個線路嗰度搭錯咗啊！嗰啲潛意識啊。好啦，有一個好奇妙嘅嘢就係神造我哋個腦。同我哋嘅身體係好唔同嘅，我哋嘅身體咧，的而且確到年紀大咧，嗰啲肌肉係一定會有問題，關節一定有問題嘅。但係我哋個腦係到我哋臨死都係可以搭新線路，嗱呢個就好奇妙嘅。佢可以搭新嘅線路，好似啲高速公路係不斷可以搭新線路，所以咧嗰啲呢度咧講到嗰啲呢個你嘅神經線咧係修理中，成日都喺度修理緊喎。你學一樣嘢就可以修理，不過有啲人咧就學。總係學唔到。我尋日喺度搭巴士喎，同我太太一齊搭巴士，就後面有兩個中上年紀嘅婦人，咁咧就係咁不停咁講嘢。咁啊講乜嘢咧？哎呀，呢個人啊，嗰個人啊，哎呀，呢樣嘢啊，哎呀，呢個困難啊，哎呀，呢個乜。哇！真係個腦咧唔使諗嘅，呢度呢度呢度係咁出。我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啲咁嘅人啊？喺度係咁講來講去嗰啲嘢，佢嘅線路咧始終係一條線嘅喎。嗰條線咧就係煩惱啊、衰啊、有錢就好啦。咁我又有一次咧同太太又去到一個公園喎，咁啊聽到有個人啊同隔離嗰個曬命啊，哎呀我仔啊，哎呀好多錢啊，乜啊嗰份好好好啊。我諗佢都唔係第一次講，嗰個都唔係佢第一次嘅朋友，都呢講幾多次，仲咁啊？點解仲講嘅咧？點解先咗咁耐仲講嘅？即係話佢嘅線路總係跨越佢嘅仔啊！咁佢覺得好叻，但係原來佢嘅線路始終係佢嘅生存價值喺佢嘅仔賺到錢。咁嘅時候咧，其實係唔好喎。咁而我哋感謝神，我哋個腦到臨死都可以改變，都可以學新嘢。而我哋越多學習，越多謙卑，越容易改。嗱，有啲人咧。到咗上下已經冇咗記性嘅咯，因為點解咧？佢成日都煩惱，嗰啲線路咧唔通喎。但係今日可以改變，咁你可以做啲咩咧？念多啲聖經。其實念聖經唔係好難嘅啫，嗰啲好嘅經文你念咗佢，你念咗佢嘅思想咧，你個腦就開始新線路啦，一條好嘅高速公路搭咗咯喎。咁啊，然後跟住咧應用又有開嘅新嘅線路。嗱，因為咩煩惱即刻裡面話。耶穌幫緊我啦！呢句説話成日都話耶穌幫緊我，耶穌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我身上，耶穌睇住我，掛住我，就搭緊新線路。你每次搭呢啲線路，你嘅生命就進步。咁樣難唔難啊？唔難喎。不過好多人咧，始終喺度成日走來走去都嗰度氹氹轉喎。哎呀，佢真係衰啦！哎呀，佢真係唔好啦！哎呀，我好煩啊！有冇啲咁嘅情況啊？
咁你知覺第一知覺，原來我成日行緊嗰條唔好嘅路，氹氹轉，好似嗰啲老鼠一路咁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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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喺嗰個位，轉嚟轉嗰個位，成日嗰個位又痛苦喎，佢仲喺度轉嚟轉去。但係點解人冇呢種知覺性嘅咧？所以人咧又好聰明，不過有時都好蠢喎。唔知點解成日都喺度煩惱，總係煩惱，係咪好蠢啊？同係做翻同樣嘅嘢，永永遠做，總係做到老到到死喎，都係咁喎。我曾經睇嗰套電影，嗰個人臨死嘅時候，佢話：我俾我個細仔幾多錢咧？個大仔好多錢，個細仔我俾$1佢，我嘅遺產啊，我要俾佢覺得佢自己唔值得。哇！呢、這個爸爸嗱，佢個仔點樣差都好，都唔使用呢個方法去羞辱佢係嘛？即係我留俾我細仔$1，咁呢個咧即係佢個思想喺裡面放唔低。咁我哋有冇啲咩放唔低？放唔低原來害邊個咧？害自己喎。好啦，而我哋能夠改變咧，即係話我哋有無限嘅潛質，個個都有無限潛質。其實我哋個個發揮咧，耶穌嘅信息已經傳咗全世界唔知幾多次啦。如果你個個都有愛心嗱，點解唔能夠愛心咧？哎呀，啲人唔中意我啊！我同佢歡迎佢，佢唔歡迎我噶。哎呀，我同佢講嘢，佢當我講廢話。嗱，呢種思想有冇咧？有喎，唔敢啊！係，即係更加呢個人咧係冇朋友，但係佢肯放膽唔緊要嘅人哋點樣回應我關心佢，總會有啲開心嘅。嗱，呢個正面思想啦，咁嘅時候咪開始能夠同人結交朋友，能夠祝福人啦，就好似馬太25章。我能夠探佢，能夠關心佢，能夠幫助佢，耶穌就喜悅啦。呢、这個就係新嘅線路。我哋今日所主要講就係話，我哋明白我哋舊嘅線路，而靠住耶穌親近耶穌，親近耶穌都一個正常嘅線路，然後搭翻啲好嘅線路，係咪難得好緊要呢？唔係難得好緊要。我哋大腦嗰種神經嗰種奇妙真係好奇妙嘅。大腦有幾多呢？1000億咩叫1000億？我都唔識數啦，即係啲人都唔識數啦。咁你總共呢有幾多個零呢？是11個零，1000億個神經細胞，一之後有11個零，然後每個神經可以連接10000個神經細胞，即是每一個神經細胞可以連接到咁多個，同埋佢有幾多個連接點？佢連接點咧點解會多過個數目咧？因為佢連接一個神經細胞可以連接多個嘅喎，即係佢好多條線搭落去，即係佢不斷散發好多線，咁啊有幾多個咧係？1000萬億咩叫1000萬億？我都唔識數啦，15個零，因為咁多個一條神經線有15個零咁多個接觸點啊！咁咧人腦可以儲存幾多嘢咧？有啲人咧冇咁低高能量，就1個 TB 咧1000個 GB 嘅儲存啦。但有啲人咧可以去到1000個 TB， 即係個儲存係嘛？美國國會嘅圖書館咧總共1900萬本書就有10個 TB， 哇！我哋人嘅儲存可以多過佢喎。但有啲人咧記憶好好喎，但有啲人咧其實我哋裡面係有好大嘅潛力嘅，而我哋好勁。如果一個電腦要有咁大嘅能量，即係做到咁多嘢，係需要好大嘅電池。但我哋個腦只係用20W 嘅電啫，20W 嘅電嘅電個燈膽都好弱嘅啫，係嘛？20W 就搞掂啦。你話勁唔勁啊？哇！真係我哋個腦係好勁，所以我哋要善用啦。好啦，兩邊嘅線路，負面嘅線路同埋正面嘅線路。負面嘅線路咧就成日個人負面啊、失落啊，而正面嘅線路就會靠住神改變我哋嘅思維，就平安輕鬆被提升啦。但係我哋每一個好習慣需要2個月先能夠培養。2個月即係咩意思呢？我開始感謝神，開始諗去感謝神，我開始諗我可以輕鬆，我可以快樂咧。你一日諗，第二日之後唔記得咗咧，你會忘記咗呢個習慣嘅。呢、这個習慣需要2個月先慢慢成為一個長期嘅習慣。不過亦都可以忘記嘅。如果大家有試過背金句，你發覺以前細個嗰時背咗一大個唔記得咗喎，因為你冇重複諗翻。我哋需要重複温翻嘅，即係呢個係起碼就係2個月嘅時間，60日。好啦，咁點樣處理心靈咧？既然我哋知道，咁樣點樣處理咧？個方法係點樣樣咧？馬太11章28節一齊讀啊！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嗱，呢度講到點樣有鎖匙有安息啦，首先要安息先得㗎。點解咧？
因為人的神經線，譬如如果大家試過打球，有沒有發覺練球的時候是練得很順的，即是練球，如果你是有即是長期打是練得很順的，一比賽不知道為什麼打不到的，有沒有試過為什麼這球明明平時打得到，那時打不到，因為太緊張了，原來緊張的人就什麼都不行了，說話很緊張的時候，哎呀，我已經想定了，不知道為什麼忘記了，是吧？原來緊張就是不得的，但是怎樣可以不緊張呢？在哪裡有方法？一定是耶穌，一定是到耶穌那裡。其實耶穌這句說話已經是說他是神，因為沒有人能夠說，我不能夠跟你說，喂，你找葉牧師，這個葉牧師你就會整個人開心了，我真的沒有這個權柄，你找我未必會開心了，我只是嘗試幫你，但耶穌可以有這個權柄，你找他你就可以得到安息。當然找他不是只是怎麼祈禱，而是你真的將你的生命給耶穌的時候，他真的改變你的，凡勞苦擔重擔來到耶穌那裡就得到安息，這個很好的消息。所以個更新一定是從神開始，不是只是我今天雖然講到這個大腦，神創造大腦，但不是只是明白了大腦就行的，是一定跟神有好的關係才能夠改變的。還有呢，耶穌是安慰他醫好傷心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與世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耶穌是醫治釋放。我們有重擔細個的煩惱，我們就在祈禱的時候，譬如洗碗、行路、搭車或者專注祈禱的時候，想一些不好的，有些人就一直想，哎呀他真的衰了，哎呀他真的害我害得很慘，哎呀他連我什麼都害了，真的呢我很慘了，這個呢思想就不好了，但是立刻改變，耶穌會祝福我，耶穌會跟我一起，耶穌會加力量給我，祂會開新路，我可以放手，這個很重要，一起講一節，我可以放手，煩惱可以放手，傷害可以放手，不用想著傷害，越想就越辛苦，我越想耶穌越輕鬆，一路成日說耶穌會給我，不要緊的，耶穌會給我，你先求神的國和祂義，這一切交給你，有人罵過你不緊要的，不死得的，有人搶你的東西不死得的，你越親近神你越得返的。所以呢，第一我們要釋放，個個都需要釋放，你星期六晚可以來這個聖靈學堂，你自己祈禱釋放都是很重要的，祈禱釋放不一定要釋放釋放，不是一定要這樣的，耶穌愛緊我，耶穌關心我，耶穌幫我，不用擔心了，哈利路亞，這樣已經是有些釋放的了，就是在神裏面輕省，深信神的愛就已經是釋放，釋放不是一定要點啊點啊，在那裡大喊啊，不用一定的，那些又可以做到釋放，不過總之釋放有不同方法，全部方法都可以一起用，即是不要說你今次都沒有釋放的，不是一定沒有釋放的，有些人以為今次沒有喊即是沒有釋放，不是一定的，即是總之你的心平安一點已經是有釋放的了。好了，而最重要的信息，尤其今天有些新來的人，這個重要的信息也都給我們所有每一個人，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一起念好嗎？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們想更新，最重要一定是有耶穌的救恩。有些人說，有些人以為信耶穌即是他家裡有佛啦，有什麼什麼，加多個耶穌在那裡，本來以為這樣，其實信耶穌不是這樣的，信耶穌這個是創造天地的真神。有些影片你找證據由葉牧師，或者證明由葉牧師，就講到證明有神，你看到我有些影片是講到證明有神的，大家可以看回，還有下個星期日下午是會講到傳福音，而第一步是怎樣證明有神，而是操練，大家操練聲同人講證明有神的證據，我們知道神是真的，他又是充滿愛的，聖經是他啟示的，當我們深信這個神跟你有關係的時候，他的恩典就臨到了，他愛我們到什麼程度呢？他甚至將他的獨生子給我們，有沒有人愛到你將他的電腦給了你，那些用得那些，不是那些殘舊那些，有沒有人送個電腦給你，有沒有人送個車給你，難了，送間屋給你，有沒有，難了，有時父母會有的，有些父母真的會送，不過有時他想送不過沒能力送呢，但是如果有個人送一架車給你，送一間屋給你，你會很開心，但是神給我們是每一樣東西都有，還有永生，是不是好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經常都說有神萬事足啊，神是一切恩典，我的好處不在神以外，我們所有的好東西都是神那裡來的，
我成日都係咁深信。由我初信耶穌，我又聽，我一信耶穌，我覺得神好真啊，我就好單純咁信，好單純咁奉獻，好單純咁樣傳福音，神就祝福我，真係為我開路咧，開到即係乜嘢方面都全部開曬，感謝神，哈利路亞，俾我學習嘅機會，俾我學習讀書嘅機會啦，俾我讀神學嘅機會啦，俾我學習各樣嘅所有需要喺侍奉嘅嘢，神都俾我學習，感謝神，又俾我。弟兄姊妹的配合又比我最好的太太是不是这样都好啊又比我健康我还想继续这么长的时间神比我几长我都可以做比我永久的动力感谢耶稣是不是很好啊你想不想是这样啊是可以的啊你不要说我要等个先知跟我讲神爱你不用的圣经话了的了你等个先知告诉你神会今年祝福你你使不使等神等个先知圣经话了先知的作用是什么你今年有特別的計劃神去話為你開路不過你都未入神的愛邊有入到神的完美計劃是不是所以第一聖經話那些信曬神愛我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神要興起我那些你不用等人話給你聽聖經已經話曬了那我們就相信神什麼都給曬我們不過我們攞不攞我們要不要同埋我們是不是經常在循環想一些不好的東西循環吃垃圾照完一次又再照不斷照完垃圾哎呀本來津津有味就照一照完還在那裡喊喎，哎呀又苦喎，仲照唔照啊？唔好照，一照發覺自己照即刻停止啦。好啦，同埋我哋好多人有內疚，曾經有不同嘅人我主持喪禮，或者有人嘅弟兄姊妹佢嘅親人離世，跟住佢同我講：，哎呀，我嗰陣時照顧佢唔夠啊，哎呀，我嗰陣時傳福音唔夠，我都唔知佢係咪上到天堂啊！很多人有這種情況已經發生的我們不能夠回轉頭我們未發生可以做但是發生了不能回轉頭如果不能回轉頭經常都說哎呀我那時做得不夠好我那時罵過他那時沒有幫他有沒有幫助呢是沒有我們裡面有些內疚感需要釋放那是神給我們好消息約翰一書一章九節我們應該希望大家都練了這個金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有的不义。即系话我哋认自己的罪，当然唔系得个口讲啦。啊，我啱啱犯完奸淫，啊神啊赦免啦，咁啊唔系咁啦，而系真系哇，我犯咗奸淫好严重，我真系要真心悔改，因为可以落地狱噶，可以永远沉沦噶。我要真心悔改，我要憎恨嗰啲罪。啱睇完嗰啲色情网，我要悔改，我要唔好再睇啦。有些人就會說今天悔改明天又再看過後天再看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今天罵人後天又罵一直罵下去又悔改耶穌說我今天罵人求主赦免跟著又罵過還是生氣他這樣的時候不是真的悔改我們真心悔改神一定赦免而且神赦免好像熄燈開燈的個燈掣會不會說今天我沒有心機我不開燈了你按了我都沒有用的了會不會啊燈掣一定會跟著你的指示除非它壞了神的應許都一樣的神是跟足祂的應許祂說了赦罪一定赦罪所以我們當中有人心裡面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多失敗很多過錯很多不好的事我們耶穌我真心悔改我真的想改有時有些人這樣說祂想改未改到不緊要你真心悔改神我真心悔改神就赦免了有力量就一步步來力量有時未必一下子去完你有些少力量感謝神我有些少力量去饒恕去祝福去放手已經是改善了那告訴自己我改善了哈利路亞所以我們改變第一樣就是有耶穌的救恩和耶穌的赦罪和耶穌釋放我們耶穌醫治我們還有呢魔鬼不能夠再控訴不過有時候控訴我們最多的是誰呢自己我經常都說、哎、呀真是壞了為什麼你會做這樣的事呢被人真是醜死怪人看到你這麼壞這樣就控訴其實控訴是無益的亦都千萬不要控訴人有些人就很有習慣、啊、你都沒有愛心的你這樣的基督徒真的不行這些說話其實沒有益處的如果他是這樣你說完他又不會好一點只會變差所以控訴是沒有益處除非這個人你提了他很多次他都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柔和的控訴你這樣繼續下去你可以沉淪的我不想你沉淪你都不想你沉淪是不是我們真心悔改神就很歡喜總是給人盼望我們一起講一次好不好當我們給人知道他罪的時候總是給他盼望一起講當我們給人知道他罪的時候總是給他盼望
唔好令佢灰心。嗱，魔鬼就不斷控訴，但耶穌話：我已經赦免一切嘅罪，你唔使擔心。嗱，咁我用一個例子啊，通常俾人鬧完之後會點樣呢？好多人嗱，我打卡聲即係啲唔好嘅反應，繼續受傷害啦，反覆思想痛苦經歷，話諗來諗去啦，係覺得冇人中意自己啦，憂傷低沉，係咪好多人都會咁啊？嗱，個問題就係到底我哋有幾快處理？我哋人都會有，我都會有嘅喎。不過我盡快處理，我盡快話唔緊要，唔使放喺心上，我唔使繼續受傷害，我可以放手嘅。而好多人咧就點咧？傷害未醫治啦，有自卑感啦，變咗啲神經就喺度連接得唔好啦，越嚟越多問題。一個例子就係俾人鬧完，都有兩種反應。有啲人就點樣反應呢？邊個得閒我打俾邊個，或者 send WhatsApp 啊？哎呀，我又俾人鬧啦！哎呀，咁啊～整嗰啲圖咧，好多流眼淚啦，咁咧好慘，好慘啦咁啊！咁啊傳曬俾人啦，啊傳一個又傳兩個，睇講電話同呢個講，哎呀，我俾人鬧完好慘好慘啊！有跟住又打俾第二個，咁啊講咗幾個之後，可能會鬆啲。嗱，呢個方法都好過冇嘅，就唔好過冇講俾人聽。不過個反覆思想係冇益處嘅，最好嘅方法就係真係唔緊要，人能把握就一樣咧，我唔使放喺心上。有啲人話好唔抵喎。咁我會話越諗越唔抵啊！一齊講一次，越諗負面嘅越唔抵啊！越諗負面嘅越唔抵啊！仲損失仲多，係咪啊？所以我哋學習新年做新人，真係咧唔好再食垃圾啦。好啦，咁嘅時候咧，嗱，你有時啲人未即刻處理到，有啲方法有用嘅喎，我哋一齊讀一讀好冇？第一，停下來，一齊讀啊，放鬆深呼吸。散步或做運動，聽詩歌，想著神的愛，宣告神愛自己，想著自己有的恩典，我是蒙福人，安靜下來才處理生命。即係有時有啲人未能夠即刻處理到，唔緊要，起碼唔好走去最差係跳樓啦，真係有啲人跳樓喎，或者去走去鬧人一頓啦，起碼唔係做呢啲，可以做咩咧？同佢鬧緊交，停落嚟啦，行開啦。放鬆深呼吸，大家試下做一次，做幾次啊？有咁鬆得咁鬆，諗住耶穌，深呼吸，耶穌真係好啦，感謝天父。有冇發覺深呼吸同埋放鬆係好舒服㗎？有冇發覺啊？情緒會好啲喎。呢個神創造我哋一個最簡單嘅方法，最簡單嘅方法，當你猛震嘅時候，即刻深呼吸；當你追唔到架車嘅時候。深呼吸，當你被人鬧完，深呼吸放鬆，好多喎。散步或者做運動，做運動好嘅，出啲汗係好嘅。聽下詩歌，我哋而家好多詩歌可以聽，係咪啊？要接大把，諗住神嘅愛，神愛緊我啊！宣告神愛緊自己，嗱，一個諗住，一個宣告，同埋諗住自己有恩典啊！雖然我被人傷害，不過有好多人都對我好喎。教會好多人對我好喎，我屋企人都有對我好喎，我有嘅資源，我有嘅我嘅工作，我嘅家庭，我可以翻屋企有瞓覺，感謝神。我有咁多樣嘢，有聖經，有神嘅話語，有聖靈，又有牧師又有其他嘅服事隊可以為我祈禱，又可以有永生嚇，都係好多好嘢喎。嗰啲唔好嘅好少嘅啫喎，唔緊要咁樣，係咪咁樣正面好多啊？呢啲係我哋可以做得嘅，就話我係蒙福嘅人，但成日都話我係蒙福嘅人。咁咧安靜咗先處理生命，咁係容易啲係咪啊？就唔好喺煩惱嗰時候就同人鬧交，我要離婚啊！我要咩乜乜，我要告你啊！我要乜乜咁嘅時候咧，呢個喺煩惱嘅時候咧係唔好做呢啲咁嘅決定或者行動。好啦，咁呢個深信咧就係唔俾人影響，呢個好重要嘅。詩篇118篇第六節，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咧？邊個大啲啊？神呢個人啊？神，如果神大，神又幫我哋，有耶和華幫助我，咁我使唔使驚啊？唔使驚，人能把我怎麼樣？嗱，有啲人話死啦，佢害到我死噶，神會唔會容許啊？唔會容許，神會保護我哋，神有奇妙計劃。咁我哋就深信人能把我怎麼樣？希望大家念咗呢個金句啊！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詩篇118篇第六節。其實你上網聽多啲我講到嘅葉牧師另一個葉牧師就冇都有嘅，擺喺你哋教會嘅網都有嘅，有嘅。咁我啲咧就放喺 YouTube， 就揾葉牧師就會見到噶啦。
咁咧就你就上去睇咧，有好多處理生命。咁你得閒聽下聽下啲金句咧，就念咗佢，同埋嗰啲方法處理生命就用。咁你咧就開始個人咧就越嚟越輕鬆，就越嚟越唔受人影響，成個人就喜樂、平安、有力量啦。感謝天父，阿利路亞。好啦，俾人鬧完之後，耶穌點幫我哋咧？嗱，我哋一齊讀啦，即係最先講俾人鬧嘅情況，一齊讀嚇。信神深深愛我，神醫治安慰幫助我，神愛補償，我可以放手，神賜喜樂力量。即係話，當我哋受傷害嘅時候，我哋可以點咧？深信神仍然係深深嘅愛我嘅，神又醫我啦，俾神去醫我、安慰我、幫助我。咁咧，就算你咩都唔識講，你就耶穌啊，我需要你，我而家好慘啊，你幫我啦，釋放我啦，將我啲煩惱放低啦。咁而盡量一樣嘢就係個腦盡量唔好去諗垃圾，唔好諗好嘢。其實好多人咧就會咁嘅，啊咁諗啊咁諗，越諗咧又好難處理嘅喎。最好係點樣咧？既然佢係咁樣，我諗咗點處理就好啦。咁我就諗咩？諗神愛緊我，即係個思想轉咗去。耶穌而家愛緊我，耶穌幫緊我，耶穌同緊我一齊，耶穌而家按在我身上。咁一諗咧，個思想就會鬆。好多人面對困難就猛我諗啊，死啦！咁樣點算咧？點算咧？咁一諗咧係好慘嘅，係越嚟越煩嘅。但係當你諗神一定幫我，我可以用啲咩正面嘅行動、正面嘅方法，即係諗正面嘅嘢咧，咁嘅時候係會好好多嘅，個思想會好多。咁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記得嘅一點，就係話唔好諗負面嘅，唔好諗垃圾，係諗多啲神嘅恩典同埋我可以做嘢同埋我有嘅資源。正面諗嘅時候就會更加好啦。成日諗咩？神係幫助我嘅，有耶和華幫我，唔使驚。同埋神有無限恩典啊！呢幅圖就好多樣神嘅恩典，樣樣都為我預備嘅，所以我唔使驚啦。咁啊，呢一點成日記實，唔好食垃圾。啲咩垃圾咧？啲人話你都係你唔好啦，都係你衰啦咁，或者人嘅傷害啦，或者自責呢啲嘅痛苦。呢啲嘢係令到我一生痛苦嘅。好啦，咁啊有啲咩可以受落？受落神同埋人嘅恩典。神嘅恩典，但我哋明白啦，神嘅創造、神嘅食物，每一次食到好食嘅嘢，感謝神啊！你都要感謝神。同埋呢啲係對我健康好嘅，多謝耶穌一路享受神。神俾我平安喜樂，感謝神啊！你都要，即係樣樣都睇到神嘅嘢，感謝。嗱，人嘅恩典其實好多嘅喎。你諗翻你父母係咪照顧你好多啊？有冇抌咗你落街啊？冇啊，照顧你好多，真係幫你好多。我哋真係諗翻，同埋好多人對我好，喺教會一定有好多人對我哋好。不過有啲人話：，嗰個衰咧咁，咁佢有軟弱啊嘛。咁你做咩要數嗰個衰嗰個咧？數嗰啲好嗰啲嘛。喺教會係咪有好多好嘅人啊？有軟弱嗰啲，佢哋本身都搞唔掂，咁就唔好諗佢啲問題啦，係咪啊？有啲人會傷害我哋，或者喺呢個教會、第二個教會人傷害過你，使唔使重複諗啊？唔使。咁諗翻好嘅，其實係咪有好多人都對我哋好啊？有冇啊？其實好多，如果我成日心裝滿曬神嘅恩典同埋啲人嘅好咧，我哋開心好多嘅喎。但係好多人咧往往諗垃圾，硬係諗嗰啲唔好嗰個。好多人都話我離開耶穌、離開教會咩咧？因為嗰人衰。咁嗰人衰同神冇關，係佢衰啫嘛，係咪？係人聽話啫嘛。咁嘅時候咧，我哋就知道啦。我哋諗翻人對我哋好嘅地方，我哋就歡喜感謝神。哈利路亞！同埋建立屬靈同埋正面嘅習慣，一生人都建立咧呢啲，咁我哋就會有好多新嘅健康嘅線路啦。一齊讀一讀嚇，深信和宣告神的大愛和計劃，長時間感激愛慕神，唱和聽詩歌，運動照顧健康，多學習侍奉神，祝福人。嗱呢度講乜嘢咧？成日都深信神好愛我哋嘅。神有奇妙計劃同埋宣告，神咧愛緊我。嗱，有啲人宣告咧就唔係相信嘅。神愛緊我，神愛緊我，幫緊我。不過啲人好衰啦，咁樣即係個腦仲係諗緊嗰啲嘢。我哋宣告嘅時候一路相信神真係愛緊我哋。嗱，好多人就話唔係咧，我好多煩惱嘅。煩惱邊度嚟咧？係我哋成日重複諗，同埋的而且確世界上係有人對我哋唔好嘅，因為世人都犯了罪，人就係有罪嘅，所以。世界上的人會利用你是不出奇，不過他利用你是他的問題，我們不用放在心上，我們就說神仍然愛緊我。有人對我不好是不是代表神不愛我呢？不是的，人對我不好，但是神依然在困難中愛緊我的。那長時間有這麼長那麼長，整天盡量感謝神，哈利路亞，多謝耶穌，這個方法是很好的，感謝耶穌，耶穌愛緊我，
我係盡量成日都係咁做嘅，我盡量成日咧，我已經成為習慣嘅。我有時做緊，我都發覺，咦，我喺度做緊喎。我一靜落嚟咧，或者總之又有咩機會咧，我即刻多謝耶穌，已經自動會做嘅，即係做咗好多次啊。我希望大家養成呢個習慣，同埋聽聽同埋唱詩歌，喺屋企播詩歌係開心好多嘅喎。就唔好再諗啦，嗰啲唔好嘢唔好再諗啦。運動亦都係緊要嘅，照顧身體都緊要嘅。有好多人咧就夜瞓啦，又唔食健康嘅嘢，專係食嗰啲煎炸啊嗰啲啊啲唔健康嘅嘢。我哋食多啲健康嘅嘢，照顧身體，同埋多學習都係緊要嘅，因為個腦咧越唔用就越生鏽喎。越諗多啲嘢，嗱唔好諗埋啲衰嘢嗰啲啊，諗健康嘅嘢咧，背多啲金句，諗下點樣幫人，幫人咧即刻欣賞自己，我有幫人啊，傳咗福音佢唔信都好，我有傳到神就歡喜啦。咁樣諗啊，乜嘢都轉用正面嘅模式。我自己曾經傳福音嘅時候，覺得哎呀佢又唔信啦，個心又翳住喎，神又感動我啦，即刻你諗住。嗱，其實當我哋傳咗福音咧，神到天堂嗰時就會讚你啦。嗰日你同佢傳福音，佢唔信都好，你已經榮耀我啦，我已經好歡喜噶啦。咁佢咪正面咯，係咪啊？個人咪開心咯。但有好多人咧傳咗福音會受傷害嘅喎，因為咧啲人唔信啊嘛。咁所以我哋一發覺咦有受傷害，即刻處理。所以一個好重要鎖匙係留意到，即刻處理，用正面嘅思想、神嘅話語去處理。咁咧即係照顧好自己嘅身體。有啲咩傷害身體嘅、傷害思想嘅，我哋都唔去做。咁咧，同埋侍奉神、祝福人都係好嘅，因為點解？祝福人睇到佢改變，你嘅心就開心啦。呢個係你曾經幫過佢一愛處，係開心嘅。咁我哋禮拜即係星期日下晝咧，喺正常嘅時候，大家睇翻個報告，同埋你加入個群組，我會話俾你聽邊人仲有。下個禮拜我哋就有翻呢、這個下晝咧，就會有兩點到四點有呢個侍奉操練課程啦。咁咧，大家可以操練點樣傳福音，點樣幫人哋。咁你做慣咗，跟住去做咧，咁你就讚下自己咯。咁即係神，我有傳福音，我有幫人，神就喜悅啦。個人係咪會開心正面啊？我哋需要建立正面嘅習慣。當你做慣咗咧，成為自動波噶啦。我已經記得曬嗰啲材料，我傳福音我唔使睇材料，我已經記得曬聖經裡面嘅預言，我記得好多好多嘅。同埋一點提醒自己，呢個係正面思維啦。我進步1%，有啲人話死啦，進步咁少，仲有好多未進步喎。咁樣好唔好啊？唔好啊！係因為話我進步1%，100日就100%喎，係咪啊？咁嘅時候係咪正面好多啊？感謝神，我有進步，感謝神，我今日有些少開心，感謝神，已經進步緊啦，可以自己讚下自己喎。我今日輕鬆咗，感謝神。我今日咧識得讚美神啦，我今日識得唱詩歌，感謝神，係咪咁樣會正面好多啊？我哋都學下教導仔女都一樣，個仔女又多咗一分，考試多一分。就唔好話佢多咁少㗎咁，而係話你今次進步一分，叻仔，下次會更加進步。但你唔好話你下次一定要進步，呢個壓力喎。我哋要分清咩説話係壓力，而係話你可以，你有呢個潛質，你好叻嘅咁樣。一留意到問題，呢個好重要。一留意到問題，即刻處理。一覺得煩惱自卑，一覺得被罪控制，即刻處理。呢個就有鎖匙。跟我講先，一留意到問題，即刻處理。不要等過年是現在即刻處理，這樣你就進步，你這樣你可以寫低過了，即如果就算你沒有日記的習慣，你可以寫低我今天處理了這件事，鼓勵一下自己，你寫一下寫一下，你不用每個人都寫，你只是說我有進步些什麼，我有些什麼改善了，感謝神我有進步，那個人就開心，這些是正面的思維，可不可以有正面思維啊？好啦，當我哋處理嘅時候咧，右邊嗰行一齊讀，左手邊處理生命更愛主，健康喜樂。當我哋處理生命咧，更加愛主嘅時候咧，身體又健康又開心快樂，成個人都健康曬，成個人更加體力更加好。如果你發現你未老先衰，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自己未老先衰啊？點解咁後生都已經冇曬體力嘅咧？點解冇曬精力？點解講嘢冇力嘅咧？點解唔識得笑嘅咧？咁咧就係我哋裏面有啲問題需要處理，就你就唔好猛咁追自己喎。然後我可以開心，我可以靠住耶穌處理。總之總係正面就得噶啦。好啦，我而家講些少講下阻力。嗱，我哋啱講咗係咪？總會可以進步係咪？個問題就是阻力，有啲咩阻力咧？
有啲人覺得唔需要改，可能呢度有啲人都咁諗嘅。你葉牧師你講就講啦，我都係咁噶啦，我行我素。但我要記實，我哋需要改嘅，個個人都需要改，我都需要改啊。因為我未到似好多天上嗰啲聖徒咁喜樂平安啊，我都要改啊。我仲有啲嘢棘住噶，我仲可以鬆啲鬆啲鬆啲，越嚟越鬆。咁嘅時候咧，個個都要改。咁有啲人話我唔使改，呢個就係一個大話嚟嘅。同埋咧，有啲人啊，成日都俾情緒帶住。我今日冇心機唔翻教會啦，我今日冇心機唔祈禱噶啦。哎呀，我冇心機乜都唔做噶啦。我嗱呢個就係情緒啊！我中意佢，我咪同佢結婚咯。係咪就係中意咧？我哋要睇清楚，要求問神嘅帶領嘅，唔好話中意。你而家中意，可能第時又唔中意嘅。中意係可以即係又高又低嘅。同埋有啲人習慣而家嘅方式，我習慣係咁煩嘅，我習慣係咁，我習慣係受苦嘅，我習慣呢啲。咁我哋知道咧，呢啲係阻力啦。同埋有啲人怕改變啊，呢個圖畫怕改變。上面嗰個人掹住個爐，只爐好固執啊，唔肯喐啊。好啦，右手邊咧想停留喺安全區。點解咧？我做開呢啲安全啲嘢，我做慣咗係咁樣樣。係演惡喎，係個習慣嚟嘅呢個需要改變嘅。有啲人話太難改啦，或者懶改啊，冇心機改，咁呢啲都係我哋嘅阻力啦。同埋咧，對自己好多人半放棄嘅，我都係唔得㗎啦。哎呀，牧師你又得啦，我唔得㗎啦，我做唔到㗎啦。哎呀，你揾第二個啦。哎，我年紀大㗎啦，我日子無多，你哋咧後生仔去做啦咁。嗱呢啲咧都係半放棄，不過有啲後生仔都話：哎呀，我都係唔得㗎啦，你做啦咁。咁其實個個都得，其實呢度個個啊都有好大嘅潛質。如果我哋發揮啊，呢個教會勁到不得了。你同隔離講，你有好大嘅潛質啊，你有極大嘅潛質啊，大到你都未知道咁大啊，大到你都未知道咁大啊。同埋我哋先求神嘅國同佢義，呢一切就加俾我哋所有嘅嘢。當我哋先求神嘅國同佢義，咩意思咧？帶更多人進入天國，同埋讓神喺生命中做主，唔係情緒做主。咁樣你嘅生命，神就俾好多嘢，俾啲咩你咧？開心啦，神又賜健康啦，供應我哋嘅需要啦，又祝福我哋嘅前路啦，進入神高層次嘅生命，我哋個個都可以進入，個個都可以進入到天堂嘅時候。有啲人神同佢講：我計劃咗咁多，但係你冇進入。我希望大家去到天堂嘅時候，神話你真係好多恩典，你真係好聽我話，我將好多恩典俾你，你嘅生命發揮得好好。我想問下大家，如果你俾自己一個評估啊，你嘅生命而家發揮係幾多分呢？咁你唔好話哎呀死啦，我都未合格，即刻改善。但係你知道，起碼知道而家我未合格。而家我尚在進步中，唔緊要，總之繼續進步。咁我今日俾個信息，一個邀請就係、你願唔願意俾耶穌將你嘅生命重整，真係咧將舊嘅嘢除去，將新嘅放入去裏面。首先咧就係耶穌成為你嘅救主，呢個係新嘅開始。耶穌死咗你一切嘅罪，叫你唔再活在罪惡、痛苦、困難裏面，叫你能夠有新嘅盼望、新嘅喜樂、新的力量，所以做人開開心心，而家開心，永遠開心，上到天堂更加開心。其實好的喎，係咪啊？係好的喎，因為你想以後都係咁樣好煩惱咧。我希望大家都話：我想喺呢一陣咧，我邀請大家一齊咧，同我一齊去禱告先嚇。一路諗住神嘅大恩大愛，亦都喺神面前檢討自己嘅生命。神喺度想釋放我哋，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
主耶稣，爱我有圣灵高中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灵高中谢天父，多谢耶稣，你差耶稣为我们而死，天父差耶稣为我们而死，叫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得着赦免，叫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女，能够放低旧的东西，有新的开始。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神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耶稣，将我们旧的拿走晒，将我们的烦恼拿走晒，将我们的罪洗干净，将我们完全更新改变。神啊，帮助我们看到耶稣这么好，耶稣是真神，有很多的证据，也都是可以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加给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愿意将我生命交给你，我愿意行你的路，我愿意放低晒呢啲垃圾的道路，我愿意放低呢啲苦恼，我愿意放低呢啲忧伤伤害，我愿意改俾你改变。我希望大家喺度谂，神啊，我愿意先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事。嗱，我哋再唱嘅时候喺度思想，神啊，我愿意俾你，真系咧。你的国度在我心中作王，神在我心中作王。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哈利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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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哈利路亚。在神里面很平安，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平安、轻松、舒服，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未信主，或者你未肯定清楚信主的，你信得摇动的，你想耶稣真的做你的救主，拯救你的灵魂，
请你向神去举你的手，在这个座位向神举你的手，神啊，我想你拯救我，我想你将永生赐给我，举高的手，神啊，我想你将永生赐给我，我想你拯救我，想你将永生赐给我，改变我生命，更新我生命。你将手举去向神举高，跟着向耶稣讲：耶稣你救我啦，耶稣救我啦，耶稣将永生赐给我，耶稣救我啦，耶稣我需要你，多谢天父。啊，大家希望大家有呢个勇气。如果你是未清楚信主，或者你未信主的，你想真的而家我想耶稣救我，你可以起身，你起身啊，你举手的你可以起身。耶稣你救我啦，请救我，将我放入呢个计划里面。不用怕的，因为这个进入神的话最美好的事来的，是你一生人最好最好的一个选择。你愿意的请你起身好不可以，或者先 举手的你可以起身了，一起起身。你说耶稣我放胆去跟从你，放心啊，放心放心，在神面前向神举起你的手，也都可以起身。你没有施加神的光，我他的儿，你愿意追求神的光，这些东西都要加强你满了。哈利路，哈利路亚，来你享受神的平安。哈利路亚，哈利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有一种啰啰挛的感觉，很想跟上耶稣，很想被耶稣改变，这个圣灵做工的，你回应神，这个是你生命最好最好的选择，最好的回应。放心好不好？就算有些人举了手你就起身，神啊我愿意跟上你，跟上你，放心去做，不用怕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经历神的平安、喜乐、轻省的。你起身，耶稣救我啦，耶稣救我，拯救我，更新我，改变我，哈利路亚。你可能你的心想不过眼是很怕，这个都是一种不好的，后面有一位起身，放胆，不用怕的，放胆，放胆，你真心的，你就起身，耶稣我需要你，需要你。好了，第二个邀请是什么呢？你差不多成日都吃垃圾那些，很多烦恼，很多厌闷，很多负面思想在一路骚扰得你，很辛苦，你很想耶稣安慰你，释放你，可不可以起身啊？这些弟兄姊妹起身来到前面，你说耶稣啊，那些想得救都可以来到前面的，你说耶稣释放我的灵，来到前面，我要为你祈祷，我林业大牧师为你祈祷，求神去释放你，安慰你，让你不要活在一个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之中，不要活得那么惨，活得那么辛苦，你想的来到前面。耶稣多谢你爱我们，耶稣释放我们，耶稣拯救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新年做新人，哈利路亚，新年做新人。不用怕的，不用怕的，还有其他可以来到前面。有谁你说 想神啊，你今年帮我做新人，耶稣帮我做新人的，耶稣帮我做新人，叫我思想全部正面的，多谢耶稣，感谢耶稣。